钱，好多人都说我有钱，分跟谁比啊？你要跟谦哥比，一般人比不上。没有我有钱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嗯，谦哥的父亲，嗯啊，有的人有知道的哈，是也是北京有字号的老先生，啊，父亲姓于，对，叫王富贵，哎。姓于叫王富贵，这什么姓儿？这名儿多俏皮！俏皮不行啊！于老爷子，哎，于老爷子现如今还住在四合院，那代表什么？你就知道多有钱了。怎么？北京城有钱人很多。嗯，你听谁一聊天，我住一个大别墅，嗯，大 house， 嗯，啊，我那是独栋，哦，我那个院子3000平米，你准在张家口这边儿呢。嗯，转了，人家这个四合院是在二环三环之间的黄金地段，这就厉害了。是啊，大四合院，北京城有这种身份的人过不去10个，就这么稀少啊！北京城也就10个人能住这四合院。嘿，这么说吧，嗯，哎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父亲啊，他俩稀少。哎，北京每10个人有一个就是他父亲。这谁说的？您这什么概念？这每10个住四合院的就有一个是他的父亲。这么说，就这么说，可以吧？啊。四合院在哪儿您知道吗？南城。哦，就是前门外，嗯，你二环外三环里，嗯，前门外在那儿，那是祖产，哦，老住那儿。就现在买一个你买不了，是多贵，一个亿2个亿你买得了，嗯，人家这是祖上遗留，还传下来。当初这都是清朝那会儿吧，啊，嗯，也是做官的人家，对，还有这个他是旗人，啊，对，我们家在旗，八旗贵胄。还贵啊！八旗贵胄跟皇上是本家，他姓他，老爹他不姓于，这都是宣统对内的改姓。嗯啊，比如爱新觉罗，人家改姓金，对，都是这样啊。嗯，他们是叶赫那拉，嗯，叶赫那拉，后来改姓拉，改的有点别扭啊。老拉家，老拉，简称嘛拉家哈，啊。啊，就住前门外，前门那儿有一个皮条胡同。皮条不能老拉下，分的还挺清楚。反正后来说不好听，不好听，当然不好听。改姓于啊，哎，老于家，这就对，四合院三进，怎么叫三进呢？一个院子分为一进，哦，后边加一个院分为两进，是三进是仨院，后边可就带什么后花园了，哦啊，什么金鱼池啊，假山呢，啊，讲究了，讲究大院子，嗯，哎。这个门口是广亮的大门。什么叫广亮的大门？咱们听书有时候老说广亮的大门。什么叫广亮的大门？对呀，啊，您记住了啊，嗯，不是说一上台阶就是人，那这个门在中间，哦，门里边和门外边分别有半间房，嚯，哦，前后的门楼，嗯，这种的这叫做广亮大门。真讲究，必须是家里做过官的人才有资格住这种房子。哦，很厉害，嗯。大门是上下的对联，哦，还写联：向阳门第春常在，哦，积善之家庆有余。老料横批，嗯，天上人间。对，这是横批吗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。咱不懂这个啊啊！这进去之后，雕梁画栋，翘首如狼啊，都是有钱人的那个装饰和讲究，尤其是屋子里边，嗯，他爸爸待的那屋，嗯，屋里边小一耳盘的家具。硬木，哎呦，你看这堂家具就得值个几百万。那，嗯，现在来说，两边都是百宝盒，哦，家院上放了很多的文物，他好这个，每次去我都看，嗯，但是不敢摸。怎么不敢摸？哪样掏起来都几十万上百万，看很不爱，老跟着看，啊，他爸爸乐了，嗯，拿来瞧瞧，就是，啊，这不是啊，摔得不合适，行，嗨，这孩子来看这，嗯，拿起一碗来，哦，嗯。上周刚收来的这个，哦，147万啊，嗯，一个碗147万，我喜欢。给，看，别摔了，来，那拿，嗯，接过来看看啊，这一个碗147万，多贵！好家伙，翻过来还有款呢，写的什么呀？微波炉专用。我们家这俩钱花的呀。147万买一微波炉的吧，然后说没事，摔了都没事儿，哎，不信心呢，连微波炉摔了都没事儿。大户人家，家里就是有钱啊，就是有钱，反正挺厉害。哦，啊，你看他父亲就是一天到晚的生活，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日子啊，哦，看着啊，
老头早晨起来就这规律，怎么呢？他父亲往这一坐，一睁眼坐好了，先得喝茶，他先算。哎，那个，而且他这喝茶跟咱们不一样，那有什么区别？咱们找那个大的茶叶铺去买就可以了，买好的，人家没有，他呢，必须要到产茶的当地哦，包一座茶山，我还包茶山？哎，哦，铁观音，好，这山里，哦，喝大红袍，好，到武夷山里。这几棵树是我的，嘿，必须说好了，这就是他的，不弄别人没有啊。茶叶采摘下来，师傅干的家伙飞到北京到院子里来给他炒茶现场。哎，这是铁观音的，这是大红袍的，这是单有间屋子给他熏花茶。嚯，花茶咱们知道啊，北京人好喝小叶花茶，老北京一般都是拿茉莉花来熏。对啊，也有用这个栀子花的。哦，栀子花、柚子花都可以熏茶叶，干意思让花香沁入茶叶。对了，但有这么间屋，没有窗户啊。哦，没有窗户，没有门，封闭。哎，顶子上开一窟窿，给这师傅拿绳子顺住。好家伙，在这屋里给他弄茶叶啊，既不是茉莉花，也不是栀子花，那什么花？用腊八蒜来熏。家要吃饺子，这是啊，有钱人的生活啊。喝水必须是玉泉山的水。当时那儿的是京西有个玉泉山啊，明清两地都在那儿喝水，好嘛。乾隆皇帝有一个银斗，装满了天下的泉水，上天庭去称，看哪儿的分量轻，轻代表着杂质少。哦，玉泉山的水是最清的，那儿的好。西直门是走水车的地方，对，那是上讲究的事情。时至今日，他父亲还要喝玉泉山的水，那就讲究了。亲眼看着玉泉山的水沏着铁观音，哦，讲究大的。哇，水浸进去，冲茶涮一涮，啪泼了。那是啊，铁观音啊，这头一泡不能喝。对，他爸爸从第二泡开始喝，一泡一泡又一泡，越喝色儿越浅，多新鲜呢！我爸爸的火就喝下去了呢。一泡一泡的喝茶，这叫什么？一泡一泡的，一泡一泡的喝。啊、哎，喝着茶，喝完茶了，算够了啊啊！吃早饭哦，开始就这么一小盘子端上来哦，一个小饼子啊，一根黄瓜，一碗汤，就这么点东西，看似简单，厨房得忙活两天，就这么点至于吗？这么大一小饼子，嗯，不是纯白面的，什么呀？老头说了，高粱厚味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哦哦，五谷杂粮合二为一，好合的。单给这厨子一个黄金打造的这么大一个杯，干嘛用？拿它来盛面，哦，当制的。哎，得知道多少？嗯嗯，就是一个饼子，嗯，白面一杯，就这么点玉米面半杯，这更少了。豆面，嗯，三分之二杯，真讲究。麸子八斤，对，哦，红豆五斤，行了，熟记一回。这喂驴呢，是的。早前没这么少，这儿好几斤，好几斤的多。主要喂出粗粮，啊，这太粗了，这个。这么大一小饼子，啊，别看里边黄瓜是自己家院子里边种的，还自己种菜，外边的黄瓜不能吃啊，农药超标。对了，就是在后花园开了三亩地啊，自己种的黄瓜，没上过化肥啊，这怎么长的？还是老爷子自己的肥料。我爸爸也够能拉的，吃别人的味儿不对。什么呀？吃什么味儿啊？咱们的黄瓜都是绿色的啊，人家他爸爸吃的黄瓜，真是黄瓜，没听说，洗洗也是绿的。喝得很肮脏，黄瓜小饼子就黄瓜啊，有一碗汤，汤里清澈见底，这不就是水吗？厨房熬的时候把料都捞出去，都有什么呀？啊，用高汤来煮啊，猪腰子啊，驴肾啊，牛肠子，哦，屁屁，这类东西都煮一碗，对不对？这煮出来不是就是一碗尿吗？把东西都搁进去煮，把东西都煮出来的，把那都捞出去。这个不单单是一碗汤，那是它是入药的啊，还有药用。哎，有药用，治什么病？治嘴里没味儿。对，我爸爸喝完嘴里就有味儿。
说喝吧，啊，吃完了喝完了，这东西火性可大。是啊，喝完了得出去溜去，哦，还得转呀。哎，连工作再出去遛弯。什么工作？吩咐声备马啊，骑马出去。嚯，哦，咱实话实说啊，家里不是没车，啊，各种的好车老余家全都有。是，老头习惯于骑马，嗯，这马牵来了。头至尾够丈二，皮至背85，细尺寸，大尺软，唐脖调度，鞍颤鲜明，宝马良驹，好马。老头坐在马上，还得喊一嗓子，喊的是：“我把钢啊死了。”我爸爸韩国人，鸟叔，老叫鱼鸟，你知道吧？不要这啊！说骑马出去呗，敢骑就好。跳一段儿似的。好，我跟大伙解释一下，我这是真不知道为什么呢。我要跳，我就不乐不起。但是观众都认识。我真不能说他父母，因为那样的话呢，我的辈分又低了一分。爸爸骑马出去有正事儿，干嘛去？你没看我说这会儿我都特别认真吗？您真的假的？这是老头发善心，哦，善。老头说了，他爸说了，我要做天下第一善人。您说这时候别动刀子。你爸爸说要做一个善良善良善良，哎，行，善良善良凉了，哎，凉了，做一个善良人。但是老爷子说了，天下穷人全管管不过来，那怎么办？在我住宅方圆20里之内，不允许有穷人，这就不易了啊！带着管家，带着这工作人员啊，老头就出去了啊。别的都看见有穷人必须得问，我，哦，得管啊！无论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，哦，看见了，就看见有一女的抱着孩子在那哭，嗯，穿着衣衫蓝绿，哦，过来，怎么回事啊？来问问女的哭吧，嗯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哎，父母双亡，丈夫车祸，哦，自己身体不好，嗯，孩子有病没钱治，哎，也说不，眼泪哗哗的，你爸爸眼泪，心软难过，嗯，快把他赶走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不救啊！20里地之内没有穷人。是没穷人，有穷人都轰出去了。我心善，什么善？他这一出去，啊，家里就忙活了。忙活什么呀？怎么，老爷子这会儿出去了？啊，2钟头回来吧。对，啊，回来准备他应用之物。能用什么东西？6月3伏正是热的时候啊！先把西瓜给他放在井里。干嘛搁井里？家里后院有盐井啊！啊，天儿又吃点水果吧。对，啊，这东西搁在冰箱里拿出来吃，上热，哦，太凉。哎，放在井里边，嗯，吃完之后很舒服，不伤身体，真的。啊，西瓜、李子、桃全放在井里边，这叫镇着。管这么着汗哗哗，这么热的。6月3伏谁受得了？是是，赶紧忙活了。告诉厨师做小点心，哦，预备酸梅汤。嚯，哦，老爷子回来热，他得喝呀。对呀，啊，花把式把那花往里边弄，啊，该浇水浇水。哎，鸟把式喂鸟，还有这喂狗的赶紧该遛遛。哎，忙活的跟什么似的。嗯，就等老爷子回来伺候这一身。天热呀，啊，2钟头之后，啊，大管家上门口接去。哦，还得等俩管家带着4个伙计跟门口。哎，热天儿，哎呀，一身汗。哎，嗯，快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，等你父亲。哦，老夫老跟前儿吧。哦，哎，行。翻身下马，有人单把马接过去。老夫老是一站，怎么样？威风凛凛的，老派。这个富贵气不是花钱买得来的，那是是由内而外。嗯，主人小文明棍儿，主棍儿不是走不动道啊。哦，这棍儿是身子。哦，有一棍往这一站，放份儿了。头上戴着海龙的帽子，海龙比水獭要暖和100倍。你先等我，你先等等。6月3伏，管家这儿一身汗，他戴一海龙的帽子。对。好家伙，老头这发药了吗？表明一点，我家里有。哦，就要告诉人这信息。海龙，什么叫海龙？啊，
海龙也叫海獭，嗯，在西伯利亚出的。哦，啊，类似水獭，但是跟那个品种还不一样。嗯嗯，每到冬天之后，它那青棕色的毛上面长着3寸左右的银针。哎呀，啊，反正想当初北京前门外大石院啊，这大石院这街上有两家镇街之宝。哦，一是同仁堂有一架鹿茸，嗯，60几年卖1000块。嚯，啊，还有就是。有一个卖帽子的人橱窗里摆着卖600块。60年代600块钱，列位给合多少钱呢？天价，没有人有。嗯，他父亲有海龙的帽子，他买够举着棍儿，也是怕没日子戴啊。好的，戴完就要死了。穿着狐素的大衣。什么叫狐素？有人说狐狸皮，你记住不是狐狸皮啊，狐素。怎么叫狐素？狐狸脖子底下那块皮叫素。哦，是狐狸全身最暖和的了，就这么一块。它睡觉的时候呢，低着头，这个嘴要窝在素这儿啊，这块皮子最柔软也最昂贵。是，这件大衣全是狐素拼的。哎呦，这得多少钱？那是海龙的帽子，狐素的大衣啊，脚底这双皮鞋啊，不能穿牛皮的。怎么呢？天热捂脚。对了，滴的，弄一腿疙瘩呀，这鸡皮最薄啊。给你爸爸做一鞋，哦，一鞋头里还撒尖儿，那就甭做了，就把鸡爪子穿出来不就？爸爸干劲儿，哎，别学他们，我爸爸找黄豆呢，老爷子去啊，俩管家伺候着，哦，哎，爸爸一下马就得上车，进客厅，往这一站，先摘着帽，赶紧摘。真的是，哎，坐上，起下来了，这叫起下来了，帽子递过去啊，这汗呢，哎，我爸爸拿汗把海龙给爆发了都。老头自个儿也乐啊，说句唐诗，说的是热的我跟孙子。哪一句唐诗有这个？大衣，我以为要喂奶呢。我们家人全做好了，真的。不要往后一扔，不要都不回头看。那后边单位伙计在那跪，接着就接着，人什么都不干啊，就因这衣服，好点接着拿出去赶紧晾去，散够了汗。鸡皮鞋脱了，赶紧脱了。老头就算凉快啊，一丝不挂，光着。哎，这不像话了，这都。我爸光着屁股，戴一海龙的帽子，穿一破大衣，再弄双鸡皮鞋，这是人模样吗？不是，但关键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再穿别的实在太油了。实在是穿不进去了，是穿不进去。凉凉快快吧，还没外人，就自己家的啊。老头跟屋里光着屁股，啊，俩管家过来，老爷子，啊，坐，坐，后边有一凳子，哦，象牙的凳子，都是好凳子，都这么宽，象牙的板拼的，啊，整张椅子象牙拼的，嘿，在座上还有一颗整象牙。这是椅子呀，还是挂人的架子呀？老爷子，请。哎，看你这眼睛，也怕一不留神坐进去。没错，坐在边上，这根象牙倚着后腰。哎，咱靠背儿，倚着后腰，这儿坐住了。有人把烟袋递过来了。哦，还抽烟呢？过去讲究抽烟袋啊，啊，讲究的也无非是乌木的杆儿、翡翠的嘴儿、白铜的锅，这就顶级了，这就了不起，有身份人了啊！你爸爸这不是，他那这嘴儿是冰种的，最好的翠，老坑冰种的，嗯嗯啊，这杆儿是金丝楠的，不好木的，头里这锅子啊，啊，是纯白金，金的里边就这锅烟是关东台片，抽这烟好吗？人说抽烟啊伤肺啊，但这个烟是助消化，哦，养肺压咳嗽，哦，比如说今晚上你吃的什么烤羊肉啊，什么涮肉，吃完肉是不消化，对了，一袋子烟抽下去，当时肚子就舒服了，哦，还有这功效，是入药的烟，啊，抽完之后一磕的，嗯，这
锅烟灰掉地上，整的不散，就这么认这烟啊！现如今都没地儿买去了。是，他爸爸抽着关东柴线，哎，这身份，往上一坐，啊，再看清楚了，好准了，是吧？这两边啊，俩管家一公里，那是这规矩的。在这儿，这个分大。大太太和花匠找回来了吗？就先把这烟放，就先别放粪了啊！听这意思，大太太和花匠好了是吗？是，哎。追去，俩管家这汗颤啊！是老爷子，已经派厨子去找了。厨子走了当天，啊，二太太就没了。这好，全拐走了。我说不往心里去，干嘛？好事啊，还好事。这批货不出手，下批货进不来呀。人贩子，我没表情啊！哎，说您没瞪眼，没有喜怒不形于色。再一个也是怕脸上皱纹多。哦哦，活了再那是，老头这脸都做我拉皮儿，还做我拉皮儿。刚有那个整容微创那个拉皮儿，老头去了，而且还弄这个啊！老头冲镜子一瞧，有皱纹了不行，拉皮儿，我带了，给拉上去，平平整整的。哦，这是过了十年又耷拉下来了。哎呀，赶紧去。没错，哎，讲究吗？在往上拉，哎，过身，不就搭了去了？啊，大夫受累，啊，哎，这往上拉，使点劲，哎，使劲的呀，就是太阳穴这一边有一疙瘩，嗯，这是，哎，拉皮儿嘛，啊，劲儿太大，嗯，把胸口这皮蹬上去，没听说过，您别胡说，我是一条小青龙，哎，行。精神，精神，松点劲儿，不往心里去啊！往心里去，好了，午睡、啊，还睡觉呢。好，这回踏实了啊！怎么呢？炕上坐自己了。哎、啊，对，全跑干净了啊！上屋里边睡觉啊，外边赶紧忙活伺候一切，还伺候，因为俩钟头准醒。哦，有时间。三点啊，管家进来了，老爷子啊，三点，您的乐队来了。还有乐队，喜欢唱京剧，哦，吊嗓子，请的专业京剧团的乐师们，哦，上家来给拉弦儿吊嗓子，这多大的谱啊！那是是，伺候老爷子起来，拿着烟袋还抽，倒着帘子一看，嗯，四十人的乐队，这么大乐队，四十人啊，那是绝对是按着一级演员这么去的，那是。乐师们啊，穿西装打领带，正规演出。有男有女的，女的必须穿上套裙儿，嚯，化妆，浓眉大鬓的啊。为什么上这儿来？这场演出不是一般。哦，大台子，卖钱，年年代年都捯饬好了，是抱着钱儿，等一个钟头呢，哦，还伺候呢啊。老头这儿出来，各位辛苦了，还抽着烟啊。六月三伏，劳累你们给我来伴奏，客气。我先把裤衩穿上。回去吧，别这儿现眼，穿都不想穿，要想拿烟袋，您这啊，睡的时候不是光着腿，是你出来倒穿上啊，我忘了，看有女的，他想起来回去穿去。好家伙，啊，穿好了回来，嗯，来吧，准备好了吧？啊，是老爷子，我们早准备好了啊，啊，给我开个导板，导板，导板京剧版式啊，是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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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官儿，怎么了？外弦不准。什么叫外弦？京胡啊，胡琴呐，啊，两根弦，对，一根叫内弦，一根叫外弦。哦，老头听出来了，外弦不准，耳音还好，弦是这汗下来的。是，我觉得是我这定弦没定准，出错。你有心事了啊？没事儿，怎么天大的事忍一忍就过去了？劝你看看，二太太也跑了，就别说了，非得把这演戏一直了。开导板，大大啷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当里边啷里大啷当当当当，白狼叫我去云南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唱什么呢？这内外弦都不准都没关系。过了瘾了，什么叫过瘾？好，给钱，一人5000块钱。好家伙，好，给钱。
点，这儿都走了。再一看表，下午4点了。老头吩咐一声，来，更衣，还换衣服，这回穿西装打领带，哦，戴上小墨镜，哦，吩咐人开侧门，旁门，把侧门打开，先出去四个保镖，保镖这四个人都抱着机关枪出去，啊，先上来，嚯，老爷子出来，哎呀，谁？什么叫开枪？什么叫拿起就开枪？行了，有这四个人追着大麦子去好不好？哪儿看人就先开枪？打什么呢？回老爷子啊，邻居都打死了。好家伙，要活口啊！这四个人啊，两边站。哎，俩管家给出来，好吗？好好好，都没事，哦，进了街了，啊，对，全打死了。俩管家站好了，老爷子从里边出来，西装领带跟小洋人似的，就这个身份。我们上面亏什么心了？这是没事了吧？怎么没事了？啊，行，老爷子出来，后边跟着四个伙计，干嘛？拖着鸟笼子，哦，拿着茶壶，拿着水果，端着点心，这是。伺候老爷子上公共厕所，您这说的就不像话了。怎么着？这么大的院子没有厕所啊？花匠走的时候给拆了。恨疯了我爸爸了。大伯啊，是你等等，没有厕所没关系，这事儿咱不提啊。上公共厕所弄四个人，就是点心匣子、水果盘、机灵鸟笼子，干嘛呀？万一半截饿了呢？就那儿着吧了啊！伺候老爷子啊啊，这有身份。公共厕所一般就在胡同口，那是不远啊，在提条胡同的东口那里。别提条胡同，四个保镖站不开。嗯，哎呦，那儿喊啥呢？这扶着你爸爸，迈不进厕所。哦，一进来就看出老头亲民来了。怎么亲民呢？公共厕所吗？啊，方便的人很多。哦，还有点没打死的。来，我出来早了呢。老头看大了亲切，哦，就看见亲人似的。怎么？大家好。哦，啊，大这么多余了，哦，还扎刺儿，两边都是。哎呦，客客气气的，是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。废话，谁拿着半瓶水起来过来？忙你们的，忙你们的啊。忙，来人呐！啊，更衣！哎，还是换？你看干什么穿什么服装吗？这时候，哎，穿使服。哎呀，你听说？领带啊！哎，反正要这么个西装，马甲，袖扣，没有摘。打得快甩了，可以。我来这套啊！当然，各位，您就说说这怎么意思？背带裤，啊，还穿背带裤？皮鞋啊！出裤。这儿也是凉的，绒裤、毛裤全穿着，内裤这得脱了。这袜子要这么脱，那就不是背带裤了。都脱完了啊，一丝不挂啊，还是光着。吩咐这帮人啊，撤。撤了，撤了，干嘛去？衣服得拿回去挂上，不能有褶子。是，那这儿上人光屁股老头了，待会儿再接下来呗。啊，再来，剩老头一个人了，啊，跟班的都走了。哦，老头，列位啊，该我了。这脚底都是坑，您再掉下去，还弄这花布干嘛？找一合适的位置啊，你爸爸蹲在这儿方便。这开始啊，露西的人就都走了，完事儿了。再见，再见啊！啊，给你父亲问好。哎呦，行，你再让人给认出去，到最后
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你爸爸没带纸。全想着呢，最关键的没有。哎呀，没带纸就怎么办呢？啊，也没人了。地上有一张纸，检查还挺干净，没用。可是要捡它的话不行啊。怎么？地面还蹲着一个人呢。哦，没走。他会笑话我。是。等他走了，我再捡。巧了，怎么？这位也没带纸。太好了，全放一块了。也是这么想啊。等那老头走了，我再拿。都奔这个。一晃三个小时就过去了。仨小时。把你爸爸气的啊！讨厌。这是干嘛？挂着圈圈诅咒你。全想起来了。你再看那位，他呢？比我爸爸狠多了。又坚持了一个钟头。是啊，对过这实在受不了了啊！这手机掏出来了。哦，媳妇儿，咱俩离婚吧。干嘛呀？我跟老头耗上了。好嘛！你爸爸一听这话，站起来就走，不擦了，都晾干了。